虽然我们今天上的是五年级的，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挑战成功哈。不可能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们都不用麦克风就可以讲话了。需要用麦克风吗？不要。不要。你们老师准备了两把麦克风，我真的不用了。不要。太厉害了。好，三分之一，告诉我三分之一是什么？这个问题简单，留给四年级的回答。你认为什么是三分之一？三分里面的一份。三份里面的一份，这三份要不要一样大的三份？要啊、哦，一定要一样的大的。好，还有没有别的不同的答案？好难哦，好难哦，五年级说很难，对不对？好，来下一个，五分之三是什么？来，五年级的可不可以回答？来，五分之三里面那这能不能告诉我这五份是怎样的份？一样大的五份，可不可以？跟分披萨一样。我就知道你就特别喜欢吃披萨。眼睛看，请问五分之三平代表什么意思？换不同人哦，每个人都不同。刚刚没说过话的，来你来说。是五平当中哪种三分？五分之三平，五分之好，五平中哪种三平是吧？好，现在小组讨论一下他的答案。不管对还是错，我们大家讨论一下，什么叫做五分之三平？好，想想看，给你们十秒、二十秒讨论一下，你认为五分之三平代表什么？三杯，三杯，三杯，分之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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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之你们要说这答案吗？还是就刚刚的答案？哪一个答案？来，你们觉得能不能再重整一下？好，仔细听他说的部分。把一瓶饮料怎样？哎，平分成五杯，五瓶，一瓶变五瓶，这是神奇的。分成五杯，平分成五杯，然后呢，其中的三。那万一你没有杯子怎么办？四年级可不可以解决？用喝的，用换的。来，如果你说你们四年级讨论的结果呢？什么叫五分之三瓶？五瓶里面的三瓶，你们同意五瓶里面的三瓶，还是应该是说一瓶里面把它分成五份，取其中的三份？你们觉得哪一个答案会哪一个比较合理？好，我再说一次哦。第一种，它是说五瓶。里面拿三瓶就叫做五分之三瓶。第二种的同学是说，一瓶里面把它分五份，然后其中的三份就叫做五分之三瓶。听懂了吗？你们觉得第一个是对的，有没有觉得是第二个是对的？都对。第一个，你觉得是五瓶中拿三瓶，你呢？五瓶中的三瓶，你们呢？五瓶中的三瓶，应该都一样。好，这个看谁能够告诉我换的五分之三块代表什么？我们就算披萨好了，五分之三块的披萨。来，刚刚吃过了，我们换别人说好不好？来，披萨，五分之三块代表什么？来，你说。一片披萨。里面的三块，同意吗？好，你呢？有五块，拿走三块。这个五块是一片披萨切出来的，是吧？哦，一块，他们说的也对哦，一块披萨切成三，切成五片，其中的三个。好 ，OK， 来，再来。公尺呢？五分之三公尺，谁知道？一只尺，这是公尺，不是一只尺。公尺，一公尺。好，来你说。五公尺里面的三公尺，还是一公尺里面分成五等份，其中的三个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饮料的可以吧？我说五个是三公升的饮料，可以吧？五个里面，公升。有没有学过公升？有。假设这个大肥一点，肥一点好不好？它太瘦了，它肥。
肥一点，假设是一公升，那请问五分之三公升代表的是什么？五公升拿走三公升，还有不一样的吗？来，如果这一瓶肥肥的，先把它倒到平分到五个杯子里面，其中的三分。好，来，老师出题目，请问老师出什么题目？如果阿姨这个月用掉四瓶，用掉几公升？好，请看，它这里算一瓶的量，假设这是五分之一公升的量，这是一瓶。那么阿姨要用掉四瓶，你认为要怎么做？来，请看这里哈，请你不用算式，你们用画图的方法来表示出答案要怎么算。好嘞，用笔。好嘞，各位同学，这张有正面是有格子的，背面是空白的，随便你想用哪面就用哪面。好嘞，我们看哪一组画的图最能够告诉大家你的答案是什么。用画图的方式，我问你这什么方式，他教的那五六是没有啊，如果要一瓶哎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们给他开，快拿，第二个几个再开，你的图要让别人看懂啊，几公升哦，我这样的，四瓶哎，他可能说是几公升，对啊，对，给我的几分，几分是三十六，你们进了四瓶。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, 36, 37, 38, 39, 40, 41, 42, 43, 44, 45, 46, 47, 48, 49, 50, 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7, 68, 69, 70, 71, 72, 73, 74, 75, 76, 77, 78, 79, 80, 81, 82, 83, 84, 85, 86, 87, 88, 89, 90, 91,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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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, 83, 84, 85, 86